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美缝的那个材料是有那个什么树脂啊？环氧树脂。要加热，因为天气太冷了，要加热，就是把它暖一暖才能打得出来啊。现在我们就先烧煮点开水。要开工了啊！哇，这个设备，哎，还响呢。对，电动的嘛，是吧？哦，我也没看过这个打美缝啊，今天也是第一次看。哎。前面这个要打掉的，不打掉的话它不硬了。哦，前面这个要把它丢掉。现在打那个主位。好嘞。现在开始打这个主位。开工。像这个做美缝的话，它用那个电动枪的话，打的里面就均匀一点。嗯。如果是用那个手动的话，它只是表面那一层，然后里面的话，好难打得进去了。嗯。我看你这样打也很快啊，挺简单的。电动枪的话，比那个手动的好一点。如果是手动的话，打的那个手都等一下吃饭都。手抖发抖了，我还想着我自己来弄呢。我说这个我也不懂，到时候别弄的，那个很难看啊。所以说我就不敢。这么好玩，我也来试一下。体验一下是吧？嗯。不对。看似很简单。一个角度斜的，这里的话它就。就是说，看似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自己操作起来真的是太难搞了，搞乌龙了，把这里都说出来了。是因为那个角度没放好，所以没掌握好啊。对啊，以为说好玩，来一下搞一下，那搞到这里，你看难搞哦。现在要开始启用这个吸尘器啊，就是那个窗台那里还有一些灰尘，要把它吸干净。其实里面这个师傅呢已经昨天已经清理干净了，还有一些没有清理完成的，那就来吸一下尘。现在就把它刮一下是吧？对。你这一块是什么工具啊？这个是钨杠来的，这个。我以前看到有人用那个像一个圆圆的一个锤子那样子拉的。那个锤子的话，它那个缝啊，拉起来的话，它凹进去的。哦，是凹进去是吧？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嗯。
这样刮过以后呢，旁边这个干掉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撕掉，撕掉就可以了，那像那个的话。经过一天的话，这个美缝剂它也干了啊，现在就可以把它铲干净了。铲干净以后呢，就露出来它应该有的样子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卫生间这个美缝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那个亮银的颜色啊。对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配这个砖也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好看。这个直接用手抠都能抠掉了，你看。这个颜色好看，大厅的瓷砖也是用这个亮银色的，好看这个。这一整套房子的美缝呢，做完了就是那个4800啊，那个师傅，你八我也八，师傅的手工也很好啊，我很满意。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，下期视频再见了。